特别感谢盛义化工的大家长哈，盛副总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在18年前呢，远程科技就是为了建构宏盛化学80吨桶槽6颗设立的。18年过去了，我们终于有机会把这各位邀到这里来。第二个，我要感谢关东新林哈，关东新林吕志鹏吕董事长哈，他在198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默克，然后到1991年呢成立第一间的无尘室化学工厂。We are the biggest PTFE manufacturer with 10,000 metric tons of raw material that we process per year. 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发现上我们的那个产品上呢，我们有1000吨的那个产品呢销售到世界上，然后我们有800位员工，卖到73个国家。Modified PTFE one-sided permeability super excellent。这个5号的话就是最好的，就是他们改善后的那个 PTFE。那我们远程科技呢，它主要的产品有铁缝内衬，然后过滤器跟热交换器，还有 ISO tank 跟 chemical dispensing system， 就是供酸系统。那还有管件、阀件跟各种客制化产品。那主要呢，我们公司是一个专业溶剂的生产公司。那另外我们是这个在溶剂业界呢是这个全方位服务，所以我们从工业级溶剂、高纯度电子级溶剂，跟溶剂周边所有的服务，包括混合、小包装、这个桶装仓库服务，这个化学码头，还是除槽的租赁服务，到提供这个物流给电子产业，提供那个电子溶剂，跟到电子溶剂的回收，一条龙所有的溶剂服务我们都有提供。好，以上报告，谢谢。那我们关东新林的话，在这个行业也差不多20年的那个历史了，然后做各式各样很多，主要是在高纯度的那个化学产品，电子化学产品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在现场也有很多我们的伙伴，包括生意这边，包括中华这边，还有包括其他的业界的那个同业业者。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，因为已经有多了解到远程科技了，我们希望说可以进一步多了解，不管是在那个 ISO container 啊，或者是在桶槽的部分，还有一些阀件的部分。我想最近的时机对远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尤其很多材料都在缺的时候，那我们也是希望趁这个机会多和贵公司多一些了解啦。好，然后所以很谢谢，再次谢谢你们这个机会，今天提供的机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纸业哈，我姓黄，黄氏哈。今天哈非常高兴哈来参加这个远程科技的这个研讨会哈。从这个研讨会哈，我也知道说远程科技哈在哪里哈更广。我们现在呢，以前选过的东西，大概台湾哈 ，Apple Lighting 的设备大概就。我们会想到的大概就是这那三家，那今天开始，我觉得可以再有第四家可以做一个选择了，那么大家会觉得说，台湾纸业，刚这个聚会哦，好像格格不入哈，那做纸的、造纸的怎么会跑来这边呢？我们在106年开始转型，纸业没有做，但是我们现在发展。电子及化学的，现在也有一点成绩，交给我们，台湾的富国神山也欢迎各位先进的朋友，来我们台湾纸业来做指导，谢谢各位。然后我是兆联实业的周志明，兆联是做水处理的，从上水的超纯水，到下水的废水回收再利用。到中水回收，可能现在最新的液体临牌，这个可能都跟我们水会接触到，然后在临牌的时候，可能需要各位先进的协助跟帮忙。兆联是一家蛮年轻的公司，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机会，然后大家多多合作，谢谢。